到粉丝中心。P 四蛋 BKPP， 为了能看到同台，我直接飞来了泰国，追了一整天的行程，还一起跨年看烟花了。上午11点一出门就赶上了跨年舞台的彩排。彩排结束12点，立刻赶去另一个舞台排队，顺利拿到了入场手环。等到天黑了，居然是360度环形舞台，好近啊！双人舞台了，家人们谁懂啊，居然还和粉丝玩起了躲猫猫，真的太可爱了。你们想看的我全都给你们拍下来，下次我也要做个这么漂亮的扇子。看完又火速赶到了跨年的舞台。下次还想看我追谁，大声告诉我。